真的吗？他是他的老婆，他们吵架了，我来帮他们。然后我去工作一天，五万钱。你在哪工作？在一个公司，在一个公司。然后他不工作，他也不帮我做饭。哦，这是真的不好。然后他睡觉每天很长时间，是吗？对。他起床也很晚。对。每天你早上自己起床，你自己做饭吗？对。哦，你要换你的老婆吗？不记得。哦，如果你的老婆在这儿，然后我可以帮你弄了。现在她不在这儿，我不知道你说现在真的还是不真的，我不知道。你是真的？啊，这是真的。她也可以告诉你。啊，我应该问你的老婆，你可以打电话，她可以来这儿吗？那睡觉了。啊，没有。你不要他起床吗？要你我要帮你们，因为你们，我听说你们很好的邻居，是吗？很好的家庭。啊，很好。你们是很好。啊，很好的家庭，还有你们的孩子和我的孩子，他们每天一起去玩，他们也告诉我，我孩子。去你们家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你们很好人，很好家庭。为什么现在我听说了这个，你们有一个问题，我来帮你们，我可以帮你们吗？还有我告诉我的爱人老婆，他去你的老婆，他告诉什么什么。要如果你要，我可以帮你找别的老婆。不要，谢谢。你爱你自己的老婆吗？对。那如果你爱她，我祝你们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。哎，面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一直到头发都白了，白头偕老。白头偕老。明白了，现在。好的。我觉得，你们。别家家 never 别吵架了、别吵架了、好吧，谢谢。 OK。 好的，那我问一下尼克，你为什么不做家务活？什么？你在家里你不帮妻子做家务活，为什么呀？家务 housework。 housework。 他在做饭啊，你不帮他，为什么？他不帮我啊，你是哦，你在做饭，你他自己做饭，他自己带他的孩子。哦，你好辛苦。哦，好的。好的。这是一个问题。哦，好的。你的老婆 is 很 lazy， 他是很 lazy。